是戴口看得到看不到啊。23。这种就属于戴的不甚理想的局面。力道控制还不错。又做到一个薄切，好球。这一杆可以把这个球堆稍微带。请裁判清理一下母球，自己也有充分的时间来再检视一下这个球台。这个简单的五分没有打进，实在是不应该。这个力度掌握得很好。想好再打。要过去看一下在哪里会过头。一颗星起来，但力道要控制好。应该还有。是过头了。52。53.
这个红球的中袋，要看一看有没有。如果有，很简单，小低杆，有。他刚才过来看过了啊。嗯。打完超分。打一杆翻袋试试。好球，而且拉杆回来的。再打一个翻袋。没问题。